晚上我们这个讨论会就是有关于我们最近这个亚裔这个歧视的一个比较不愉快的一件事件。我们身为美国华人协会，是一个联邦政府501c3的非营利机构，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要团结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孤军作战的，我们会在一起能度过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那我们协会呢，它本身主要是做这个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艺术方面，但是呢我们也做了很多非常多，过去15年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慈善公益，那当然包括我们的这个应该争取的权益，我们是跟大家一起的。所以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聚在一起，我们是想把大家的心声能够分享，然后呢我们寻求在这样情况下在美国生活能够如何的安全，能够对我们的身心能够有更好的能够愉悦的生活。我们今天晚上呢请了一位特别来宾，就是 Andy Chen 陈毅。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对他最近这个名字也不陌生啊。Andy 欢迎你，非常感谢你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这么多朋友一起分享。恩姐好啊，还有主持人好，跟恩姐我们有1年半没有见到了啊。对，那我们呢疫情期间呢，之前在疫情之前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时间在一起举办活动，那就因为疫情呢我们就缺少了线下的这个时间。那在这里看到大家呢很多的熟悉的面孔，也有很多的新面孔。那大家好啊，我就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 Andy 陈毅。我祖籍是福建福州长乐。那我是13岁跟随我父母就是移民来美国的。一来美国这边呢也是像所有的我们传统的移民第二代一样就是读高中大学。那出来之后呢自己在12年的时候创业做点小生意。那到现在为止呢9年的时间。那我现在呢同时是皇后区社区委员会委员3年的时间。那我们这个4号社区委员会呢管理将近36万的人口在当地。那同时呢也是110分局辅警部门沙长6年的时间。那同时呢也是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亚裔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狮子会成员。那同时呢我曾经也是在纽约州众议院副议长办公室担任这个亚裔社区联络主任2年的时间。那通过这些经历呢，那我们才真正了解到我们今天华人在这边的我们的地位在哪里，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在哪里，跟我们接下来的华人我们将来未来的生活一步步该怎么走。对，这就是我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我自己，让大家认识一下。好，非常高兴。其实呢我跟你是一样都是华二代哈，我们的祖辈已经都在这个土地上了。所以呢我今天呢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带一些会员跟朋友来提问这个问题，他们很想知道的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作为华裔二代移民，在你身边有没有遇到像目前现在这样歧视辱骂或者甚至被殴打的这种经历，有没有？有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我希望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想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那我都知道呢最近呢是不是我们不管每个人在微信上面新闻上面看到的最多的新闻最多的词就是这个 Stop Asian Hate， 还就是停止亚裔歧视。那呢其实我本人感觉呢我很不喜欢一次次的去这样子的活动，我们根本不需要一次次去这样子的活动。每一次为什么说一次次的最近的活动，一次次我们要拿着蜡烛悼念这些16号的时候亚特兰大 Georgia 失去了8条的生命，从一次次的歧视殴打辱骂到现在演变到直接一次次的谋杀，可以说是谋杀。到前两天我们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这边，我们华裔的13岁的小孩子在公园里面也被殴打，被骂中国病毒，被骂滚回去你的国家，我觉得越演越激烈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讨论的是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今天所有我们的华人在美国面临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处境，特别是一直以来所有的这些歧视呢一直以来都存在，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但是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疫情之后又严又激烈，来打开新闻，从加州，从洛杉矶，从纽约，从芝加哥，一次次的我们的老人家被殴打被推倒，从法拉盛的五十几岁的我们亚裔女性呢被推倒缝了十针，根本没有被定罪为一个仇视罪，到我们八大道我们郑永先生因缘救别人的生命，失去了他自己，留下他的妻子十四岁五岁的小孩子，也是没有被 定罪为一个仇视罪。所以说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亚裔在这边呢，我们今天的声音呢是非常的弱小。所以说从一次次的我们被疫情之后被骂，滚回中国，滚回你的国家，中国病毒，你们就是病毒，你们就是把病毒带进来，包括亲身的一个的经历。去年九月底的时候，我一位好朋友，他的小孩子刚刚满十八岁，在我们纽约贝塞的一个公园那边打篮球的时候，被一位非裔的成年人两百多磅的殴打到地上，满脸都是血，满脸眼睛都爆血管了，七点钟拖送到医院，没有给他适当的治疗，同时呢还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对待，手铐脚铐铐起来。我们试问想想看，如果这位小孩子，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是有像我父母这个年纪的，也有像我祖父祖母这个年纪的，试问想想看，如果今天这位十八岁的小孩子是你们的小孩，是你们的孙子外孙，被这样子辱骂，被这样子殴打，到医院里面照样手铐脚铐铐着，没有任何的治疗，医院走出来还是满脸是血，我们作何感受？到同样的七点钟进入到医院，十二点出来的时候没有给他任何的治疗，到警局还照样他被控告危害儿童罪。所以说这个是多么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一个案例，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亚裔在这边，我知道很多我们华人语言不通，我们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我们也不知道跟谁寻求帮助，那造就成他们根本忽视掉我们的声音。这位父母，我陪着他直到清晨两点钟才把我们这位小孩子给放出来，放出来的时候还是照样没有给他任何的帮助，那我就感到非常的痛心。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华裔在美国要受到这样子的对待？我们不是没有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照样交我们的税，我们照样为社区付出，我们照样帮助所有的民众，为什么说我们今天会这样子？所以这些呢，一次次呢，我希望是呢，大家真的要记住，我们今天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所受到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才了解接下来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做。就好像去年疫情开始之后，多少的政客就是用中国病毒来形容，在纽约卫生局同样的疫情爆发的时候，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照样用中国新冠病毒这样的字眼贴的到处都是。但是呢，我们团队呢就马上联系卫生局跟市长办公室，把这些所有都扯下来。因为去年疫情开始之后，多少的我们生意关门，多少人失去工作，多少人失去收入，也多少人因为疫情我们失去了多少的亲朋好友，然后还要再面临这种身心的这种的打击，这种歧视，这种辱骂，这种殴打，真的是对我们非常的不公平。在前几天我们纽约这边办非常多的一次次的活动，就好像亚特兰大失去八条生命的时候，这位呢枪杀这八条生命的这位攻击者就讲了一句话，那位警察就讲了一句话，他只是有一个不美好的一天，难道就简简单单一句他有一个不美好的一天就应该赔上八条生命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说我们要谴责这些罪犯，要我们用我们不同的声音，每一个阶层的声音去谴责这些罪犯之外，我还希望同时呼吁大家，就比如像法拉盛华后区法拉盛发生的那个案例来讲，为什么说可以在一个我们华人这么多华人人口16万集中的一个地方，
我们同样面孔、同样肤色、跟我们同样背景的一位五十几岁的一位我们华裔的女性被殴打的同时，我们没能伸出援手。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大家都应该要思考到的一个的问题。我们经常讲团结，其实什么才叫团结？团结是今天看到，就算不关我们的事情，在路上看到，在路上听到，有我们的同胞，是我们华裔的面孔，是我们亚裔的面孔，我们应该伸出援手去帮助，因为他也是其他人的父母，他也是其他人的妻子，他也是其他人的妈妈，他也是其他人的子女。我们是想，我们也有父母，我们也有子女，难道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今天这位五十几岁的华裔女性被殴打的时候，是想如果说今天是你的父母在街上被人家的推倒，推倒在这个铁的报纸亭里面缝了十几针，满脸是血，你会作何感受？对吧？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试想，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应该要去帮助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去伸出援手的。就是因为这样子一次次其他的主意，看到我们在我们华人最多居中的地方照样辱骂我们，照样殴打我们，照样欺负我们，而我们却没人敢站出来说话，我们没人敢伸出援手，就在旁边看着这几人照样被殴打被辱骂。所以我希望在这里呢，也同时呼吁大家，当然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面，适当的情况下面，我们应该伸出援手，互相的帮助我们自己的华人，帮助我们的亚裔在这边不受到欺负，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真正讲的这个团结的精神。其实团结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说，不是说我们用说多团结，我们应该去实际行动做出来，维护我们华裔共同的权利跟利益。还有呢，接下来呢，我们要适当的在每一次发生事情呢，我们要真正的都要把这个声音给讲出来。因为呢，在美国这边，他们就讲求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就是像去年纽约市有记录在案的，就3600多个案例，针对亚裔仇视罪殴打的，有身体肢体攻击的。那是想想看，我们所谓的华裔在这边，真正的有几个人碰到事情我们会去报警备案的？10个里面可能才有一个。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去年可能就是有36000多例，36000多例，这个就是代表着1100多个案例在纽约，同时5大洲每天不断的在发生。这个数据我们想想，真的是非常的可怕。有多少人，多少的家人，就是因为受到这样子不公平的对待，不敢讲出来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大家真的是有任何的组织，都应该说呢，我们把这些有资源的寻求的这些的热线发出去，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共同的站在同一阵线。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亚裔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华人，我们今天是韩国人，是尼泊尔人，是菲律宾人，他们只知道我们的面孔看起来都一样，他们都会照样的欺负我们，都会照样的攻击我们。所以说呢，这么多年为什么说又回到讲到说，我会决定2015年的时候加入纽约市110分局的辅警部门，是因为我想通过我的能力，我的多种语言的这方面的能力，帮到大家跟社区搭建一个桥梁，让我们社区更了解说如何真正的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融入，可以跟市政府部门跟每一个部门搭建好一个桥梁。第一，我们也更好的了解到每一个政府部门如何运作的，我们如何在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寻求到帮助。第二呢，在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亚裔顾问委员会里面，今年第三年的时间，那每一次呢，看到其实多少的案件是对我们亚裔社区、华裔社区非常不公平的，但是如果在这个顾问委员会里面没有我们亚裔人坐在席位上面，大家想想看，他们会把这些案件拿到我们面前问我们的意见吗？问我们是否公平吗？问我们是否这个结果是公平的、是公正的？是否有哪些地方需要去调整的？
或者多少看到多少人就是因为沟通的问题、形容的问题被起诉了，是无辜的被起诉的，甚至我们是受害者，这些案件到检察官办公室就是不了了之了。就是包括我刚刚讲的，去年纽约市18岁的这位小孩子被殴打到医院拖出来，他是为什么说后面被定罪成是一个危害儿童罪呢？就是因为他刚来美国2年的时间，语言不通，警察到的时候问他，你是不是这样子把这个小孩子拖到那边，那他只是因为在篮球场里面打篮球，把这位4岁的小孩子牵到篮球外面，就是因为沟通语言的不通，他误以为这位警察问他，你是不是这样子把这位小孩子带到旁边的，他就是因为说了一句 yes， 今天被定罪。所以说这时候呢，我在检察官办公室里面就马上把这件案件呢给调出来，检察官办公室调出来重新去审查去调查。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知道，除了我们所说的团结之外，所转发这些信息事故为重要，但我也同时呢呼吁出，真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你们下一代，你们的小孩，你们的孙子，你们的外孙，真的是可以鼓励他们真的很好的融入当地的我们的这些警局也好，辅警部门也好，有检察官办公室义工的这些的部门，真正的可以去融入一下，去了解一下，第一让我们自己有更多的知识，有更多的了解，第二可以帮到我们家人身边的朋友，帮到我们的社区。我觉得这个责任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的。我觉得这个呢，今天呢我们大家缺少的就是这个社会意识。因为呢通常呢大部分的人都会用至少门前雪，对吧，来形容我们很多的话呢。但是呢我是觉得现在呢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一次次的殴打、辱骂、歧视，我们不能再忍气吞声了。我们不能一次次的这样子被欺负，我们还不敢发声。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们不需要受到这样子的对待。我们更好的要考虑，我们不能一次次的被殴打、辱骂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好像要贴一个创可贴贴在这个伤疤上面，已经忘了这个伤疤，已经忘了这个疼。我们要明确的知道为什么说这个伤疤发生，我们接下来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不能让一次次的事情再这样子发生。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权利，使用我们的能力，共同去维护我们的权益在这边。我们都讲，经常我们所谓的华人都讲到四个字非常的好，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第一个字安，我们要安全的生活在这边，有一个家，居就是一个家，乐我们生活要过得开心，来我们业就是代表我们有份工作，有份生意。如果说今天第一个字我们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还会像安居乐业这四个字讲的这么的完美吗？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这么开心的大家在一起照样的过节日，每一年这样子的生活我们的工这么开心的工作做生意。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好好的考虑所有我们华人在这边的地位跟我们的处境跟面临的困境。那呢我在也同时呢我在这边，大家真的是有你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想要了解多一点如何真正的融入政府部门，融入呢跟社区这些的关系，如何在当地跟这些搭建一个桥梁，同时保护好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朋友，跟我们华人居多的这些地区的话，我很愿意等一下 Angie 可以把我的方式发给他们，我愿意可以跟大家慢慢的分享。我也希望说看到我们更多的华人能站出来，勇敢的站出来，共同去维护我们的权益，不让我们下一次的受害者是我们的家人朋友，都是我们所有我们的华裔。我们在这边呢真的我们要争气起来，我们团结起来，保护好我们所有身边我们的华人。我们不应该让其他外面的那些罪犯，让其他的族裔看不起我们。我们都说我们华人呢脑子非常的好，非常的聪明，我们也非常的争气。那我们呢，我希望说看到这一次次的事情呢，也让我们做一个教训，一个教训就让我们谨记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不让它再发生，我们如何做得更好，我们都能很好的在这边生活抚养下一代，工作做生意。
好吧，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在这边。那接下来我就是接受大家所有的有任何的问题啊，我都可以跟大家。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做一个讨论分享，然后呢共同就是讨论一下如何真正的我们可以共同的借用我们身边的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权益来维护好大家的权益跟我们的生命财产。非常感谢精彩的 Andy 精彩的分享哈。大概的我们刚才说到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华裔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每一次就得到这个不平等的这个对待哈，没有争取我们应该拥有的一个权益其实我们这个最近几年其实也看到，其实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到现在比哈，因为几十年前我们家里都是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就是说从我小时候来到现在，其实在近两三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意识到，不光是要议政参政，其实要行动，必须参与那我们现在发生目前的这个疫情以来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一年多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它已经在蔓延到不光是新移民，它因为现在你长的样子，包括我的小孩二代三代，但是你出来走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人家也分不清楚你究竟是新移民还是就是美国出生的土生土长的。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一起行动在一起。那我们现在呢，我也看到很多的团体机构都已经开始有意识到哈，那包括我们美国华人协会，我们也成立了专有的一个部门，就来帮助大家能够提供一些咨询。现在呢目前呢就是华联协会也成立了一个，因为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事情事件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的健康，我们也有一个专门叫做心理安康快乐心理的课程免费提供大家的。那Andy 那边他最近我知道你已经在参选这个加入这个主要的这个，非常对我个人来讲是100%支持的哈因为我自己没做到了，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哈。那所以呢我觉得这几年呢我们也认识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对你的这个个人的所有的这个人品各方面哈所做的一切我非常的就是敬佩我就觉得希望将来就是说大家有兴趣加入年轻人可以通过来一些 contact 我们，所以说我们可以把信息分享给大家，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那我现在呢就是说除了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说有朋友问，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你刚才也提到应该寻求这个帮助对吧，但是他们很多时候说那现在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活，可能出去买个菜都觉得不安全呢。那你对这方面就是说有这样的遭遇，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的防备或者寻求帮助呢？如果遇到这样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今天呢，我知道大家呢碰到这些的一次次的事件之后，每一次出门其实大家都害怕，天一黑都害怕，人呢一扫路上走路呢都害怕，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像呢我们可以直接，第一我们要知道非常清楚的是，当然除于紧急事情之外一定要报警，我们要在安全的地方行走，第二呢尽量在人多的地方行走，跟不要走到一些偏窄的一些的街道。那除了我们要知道紧急非常紧急的情况下面一定要报警之外，那当地的一些的警局的电话也要了解，因为有时候呢你打911电话呢他们不一定会及时的给予我们这个有我们的中文的翻译或者说广东话的这些的翻译，但是呢如果可以打到当地警局的电话。那第二呢还有寻求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些检察官办公室，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这些的案件呢他们处理的这些仇视罪呢基本上会转到这个当地的检察官办公室去调查去 review。那更好的保护好每个人。那我知道在这边呢可能有一大部分不是住在纽约的，那我是觉得要使用起我们的权益是什么呢？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像防身的用品自卫防身的用品可以带上，那有一些要就可以考虑一下当地的一些的法律。那有一些东西呢是在纽约可以的，不一定在其他地方可以，那其他地方可以的不一定在纽约。比如说像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那有一些我知道很多的居民都配备了这个辣椒喷雾，每个人带在身上。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防身的用品，带在身上。还有一些呢，像疫情发生的时候，我本人自己这边呢就发了大概500个所谓的个人警钟，这个东西也非常好用，大家可以呢今天晚上去阿玛展看一下。这个东西呢就几块钱的一个的东西，小小的一小片的东西。那这个呢就是很好的，你们可以挂在你们的身上，你们的包包上面。我基本都是派发给很多老人家小孩子，你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线呢一拉的话，这个声音非常的响，那就可以很多两条街之外大家都听得到。所以这些的东西呢我们可以防备一下。那还有呢，当然是要在一些安全的情况下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这些拍下来录下来，记好时间段，那我们更好的呢之后呢去备案，当然是又由情况而定了。如果当时的情况是不允许的，不安全的情况下面，我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那更好的是呢一定要去备案，那这样子更好的，我们之后呢可以跟民选办公室，可以跟警局，可以跟检察官办公室去反映所有一系列的这些的问题。 Perfect, thank you. So first of all, I just wanted to thank Angie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I wanted to just echo the sentiments of the previous speaker. You know, I'm heartened by the fact that the light has shined on Asian hate, but I didn't like the way it was done. Obviously, the attack on the elderly and women are cowardly and bullies, and most of all, it's racist, and they're reprehensible and disgusting. That's first of all. The attack on the elderly and women are disgusting. They're cowardly, and they're done by bullies and racists. And I want to say that I'm hearing this common theme. Andy, I'm so happy to see that a young person is running for city council. And I'm happy to hear, you know, your insights on what's going on and what could be done to stop this Asian hate.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t who's going to stand up for us if we don't stand up for ourselves? That's the common theme. If we can't help ourselves and we don't speak up, no one's going to help us. So I want to just reiterate the fact that you can't just be a spectator. When you see your fellow Asians hurting, getting hurt, my mother, 84 years old, living in Flushing, was spit on. Go home, and the funny thing is her home is Flushing. For the last over 40 years, she's an American citizen. But you know what? She's judged by the color of her skin. She's judged by the way she looks. She was terrified. She ran back into the laundromat that she came from. And unfortunately, it was two Hispanic people that did that. So when you say racism, right? And you know, I'm conflicted because I want to join arms with our fellow minorities. And I think that's the way to go ultimately. But some of the perpetrators are other minorities. And that's why we get taken advantage of, because we do not stand together. One, as Asians, we don't stick up for each other, and we don't speak up even for ourselves. And yet we're expecting others to lock arms with us and join us in fighting this Asian hate. I appeal to you, you must speak up. My mother was embarrassed to even speak up and even tell me about it until 2 weeks after the incident. She was embarrassed, all right? And when I asked her, I said, what are you embarrassed for? You're a victim of a crime. You need to tell me. If you can't report it yourself, tell me. You know, I know a lot of Asians have challenges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because you're first gen, or, you know, you just immigrated here. Don't be afraid. You have to find someone who can not only tell your story, but to amplify your voice, right? Like that kid on the basketball court. You need somebody to be your translator. You demand a translator. Look, Spanish people have demanded translations on all signs throughout New York. Everything's written bilingual. Why can't we get signs for Chinese and other Asians and Koreans and everyone to basically lay out clearly what are the reporting channels available to them? Who can I reach out to if there is a crime against me? And what constitutes a crime? From my own perspective, in my own career, it starts with microaggression. That's a big word, but it starts with something like, you know what? I'm just gonna shut you down at the meetings because
you know, you're Asian, you never speak up. So when you speak up, I'm just going to say, oh, I'll ignore whatever you say. That's a small microaggression. But then it leads to bullying. Like, oh,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Use your common sense, you know? And that ends up into like from verbal to physical assault. It's a progression, because if you don't fight back on the small fights and you don't talk back when they first insult you, the next time it's going to be a punch in the face, a slap, a kick, right? And you know what? We feel so vulnerable right now because we think the system is against us, right? That they don't take us seriously. Who's they? I'm glad Andy's running for government, because it's decision makers. A lot of us Asians are afraid to be in those positions of power, positions of decision making. I say we need more guys like Andy. We need more presidential runners, right? We need more representation in the police precincts. We should tell our children another career path is to become a police officer, so you can help your own community, so your community can be taken seriously, right? The blacks have fought for more black representation in government and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in the legal system, like police officers. They demand that they be candidates for those positions, so that when it comes to helping their community, it's authentic. Like, other cultures may not understand your culture like your own culture does. So let's get people in those roles so we can make changes, right?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We can change policy, change laws. Use the power that you're given.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vote. Don't just sit on the side and say, oh, well, my vote doesn't count. If you don't vote, it didn't count, right? So make yourself heard, make yourself known, you know, and then 惹事, I hate that word. It's like, I'm causing trouble. You're not causing trouble by reporting a crime, right? You're trying to prevent trouble in the future. Trouble against your family, trouble against your friends, trouble against your colleagues, trouble against, like you said, Andy, three generations, my grandparents, me, my children, and maybe even their children. If we don't change the way that Americans view us now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fact that we're front and center in the news right now, I'm sorry to say all this bad stuff has brought something good, which is making us visualize, like the grandma in San Francisco that got beaten so much, her face, you can't even recognize her face, you know? And you talk about speaking up. So one of the spa workers, she's a single parent. Her son, who's I believe a teenager, wrote a GoFundMe appeal for help. See, he's smart. I lik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y know what to do. You reach out for help, because guess what? If you don't report it or you don't ask for help, no one's giving you help. I hate to tell you that. That's the truth. So if you don't have the courage to stand up for yourself and ask for help, no one's gonna help you. So I encourage people to speak up. And you know, listen, every day I get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to get the courage to be able to speak up for myself and my allies, my friends, my colleagues. It's not easy. And just because you think, oh, my English is so perfect, it's so easy for me, it's not easy for me. Look at the way I look. Every day I go to work, people judge me and they say, oh, can she even speak English? I walk into a meeting, I'm the boss, I walk in, and the white male sitting around the table thinks that I'm the girl who's delivering pizza for lunch or takeout. I'm judged like that every day. I have to prove myself every day, every second of my life, that I'm a capable, intelligent, like Andy says, intelligent woman, an American. I've got to prove that I'm an American. Really? I got to like wave the flag all around? How come white people don't have to do that? Why do I have to do that? Every day. Do you know how draining that is? How tiring it is to say, oh, wait, I speak English too, me. That's a shame in my own country. I'm annoyed. I'm sick of it. And you know what? I'm doing something about it. You know, I'm representing to our executive director next Friday to talk about how we can all work together, lock arms with other ERBGs to empower us to amplify our voices as minorities and to put into place policies
in our company that punish those that are caught, right? Violating Asians in different ways, whether it be microaggression, whether it be violence, whether it be, you know, verbal assault, physical assault, it's clearly laid out. You will be fired. No, we're not just going to write you up and say, oh, you are a bad boy, you're a bad girl. You will be written up and you will be fired. You will be terminated. This is the language that people understand. You can't say, oh, please be nice to me. Please be nice to me. You've got to make the appeal to them that if you are not nice to me, this is the repercussion. This is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you. Like that guy who shot up 6 people down in Atlanta. He should be incarcerated, which he is. You know, punishment. This is what people understand. And I understand there's going to be racism no matter how we cut it. There's even racism amongst our own Asian community against each other. I get it. There's even, as the previous speaker said, you know, maybe racist amongst the different minority groups. Like, we think this about them. But guess what? To get around that, we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We need to talk it out. We need to say to the Black community, you know, Black lives matter, Asian lives matter, right? We're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fight the same fight every day. They try to prove themselves to belong in America. Yeah? We're in the same boat. We're in the same boat.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Hispanics, they want to be recognized. They want to say, don't judge me by my accent. Well, hey, we're going through that too. So how can we, as Asian Americans, learn from the Black experience, right? I was listening to the congressional hearing, Andy, speaking of politics, and I'm listening to the speakers on behalf of the Asian community. And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speakers was a Black speaker who said, guess what, Black brothers and sisters, you need to stand up for the Asians because it's the same stuff that we're going through, right? And how can you be credible as fighting for your own rights when you don't fight for those who face the similar challenges and suffering that we do? So keep that in mind. When you talk to another minority, keep that in mind. Don't go back to your stereotypes, right? Your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bias. Think about it. They suffer every day like we suffer every day. And learn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and say, you know what? I'm suffering the same way you are. How can we help each other? How can we stand together? How can we be each other's ally? How can we be partners? You know, I also appeal to the leaders and other employee resource business groups in my company, the Hispanic group, PAWS, and the Black Society. I ask them to join forces with me because power is in numbers. The more of us that speak, the greater our voice, the more we'll be listened to. Now, I'll give you a recent example. I was on a giant conference call like this one, right? Where there are hundreds of people, people that report to me, people that are my colleagues, people that are above me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when I spoke up, I was shut down. I was told, your comments, why don't you use your common sense instead of asking the questions you're asking? Do you know that as soon as that person said that to me, I shut down? You know, I'm like you guys, I felt embarrassed. I felt like I was kicked in the stomach, like, you know, somebody's just embarrassed me to death in front of all these hundreds of people. So I stopped asking questions. I stopped trying to make change or to offer up my, you know, intelligent opinions. I felt like I was marginalized. And it hasn't been settled yet, but I believe there's an anti-Asian racism in there. There's this racist attitude in there. So what I did was I wrote in the chat box. This person actually later kind of had like this epiphany that by shutting me down, they shut every minority voice down on that call and tried to apologize to me publicly. So instead of returning the favor and telling them, oh, you're forgiven publicly, I wrote in the chat box, I'm too afraid to participate now because I was shut down. From now on, I'll just rely on the chat box to talk to you. Do you know what a ripple effect that had? Do you know that it brought out the courage of some of my colleagues to call me up after that call to show their support and say, I can't believe how you were treated. I can't believe the way that your comments were marginalized and just, you know, and I'm gonna appeal to you like I'm appealing to them. I said, I so appreciate your call for support. But you know what would have been a real support is if you, on the conference, said that
to the person who shut me down and say, you know what? By shutting Jai down, you shut us down. You know, do you really want to hear honest feedback? Do you really want, or is this just a disingenuous appeal to like hear what we have to say, right? So I appeal to you. Don't just call up your friends after they got beaten up and say, oh, I'm so sorry for you. You are, and this it's very genuine, but have the courage at that very moment when you see it being happening, you've gotta act. You've gotta do something about it. You gotta report it. You gotta stand arm in arm with your friend, your colleagues, and fight the fight with them, because the moment is gone. You know, once the moment is gone, your support is there, but it's not as genuine as if you fought the fight with them. So that's what I told those brave, courageous people that called me to support. I really appreciated it, but I said I felt like I was alone. I was hanging in the wind and no one was gonna help me. And that I was fighting for all of us, but when I turn around, nobody was fighting for me. And that's the fear that everyone has, I believe, on this call, that you'll be standing alone. If you make the complaint, if you report something, you're standing alone. I'm here to say you are not. You're not standing alone. You just have to be courageous. Apparently, I wasn't standing alone either. And my courage was appreciated by my colleagues. So I appeal to all of you. Make that call. Be allies for others. But first and foremost, be allies to yourself and speak up. So with that, you know, I'm not going to go into any examples, but besides the one that I just gave you. But Andy, I just want you to, you know, besides offering the Amazon, that cool little gadget to sound the alarm. But, you know, to reinforce channels for reporting, you know, translation services, legal aid, medical assistance. People have to know where to reach out for help, right? So that would be helpful to pass along. And again,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we all came here to live toget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American dream, right? So instead of living a nightmare where hate and viole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happen every day, let's lock arms with our allies and live the American dream, which is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Thank you. 这个州就是一个亚裔的一个民权州，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昨天晚上参加了那个华人大会的那个组织的全国性的，我觉得也特别特别感人。然后现在是整个每个地方的这种不同规模的。我今天就是说我刚才听了那个陈毅说的，然后我又参加今天我们镇上的那个抗议活动，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说就我们镇上的这个活动，之前大家是想说下周二开始，然后但是好像大家那个情感特别澎湃，所以上午10:30的时候才有人开始组织这个，然后2:00大家就那个现场就聚了有200-300个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就说我觉得咱们第一我们是有这个意愿的，真的就是说我来美国的时间不算特别长，也就7年多吧。我以前在北京是做记者的，所以我比较关注就是大家这个人权啊权益方面这些事情，我比较关注这个议题。但是来这边这么些年，我感觉好像除了2016年那个挺梁运动，就我能够看到亚裔的就华裔那种参政维权的那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意识，但是其他很多时候我还真是没觉得，就是说好像很多人比如群里面很多都是在团购，就大家都是一副很岁月静好的那个样子。其实现在通过这次的这个事件，大家看到真的不是那样，真的就是说我们亚裔在美国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是比较沉默的大多数，然后也是比较被漠视的。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历史原因吧，但是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原因，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把这个就是我们东方民族嘛，就本身这个民族性里面就这种比较内敛啊克制啊比较温和，对吧，有这样的一个特性。然后同时我们觉得是在别人的土地，然后我们必须要安分守己，我们要能不惹事就不惹事。其实你不惹事但是事会惹你，对吧，就像这次这个亚特兰大就是开着好端端的店，哎，但是就突然就这么走了。就是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事情大家要有一个警醒，就是说这个危险是无处不在的，无时不在的，真的是这样。也许你出去买个菜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它这个危险已经弥漫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不需要你去一个很充满危险的地方，不需要，就是在你日常生活的任何场所，这个危险可能就潜伏在那里。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警醒，就通过这个。如果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觉得岁月静好的话，那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无话可说了，就是真是到了一个我个人感觉是挺危险的一个时候。
所以我看这次这么多人，这么多的这个华人都警醒了，大家像今天我们这个就好多人就说啊，如果我们不举行一个活动，怎么就觉得是这个是没法过去的，在情感上，对吧？大家这个意愿真的很强烈，我就看到这个意愿。第二，我们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亚裔，像刚才陈毅说的，我们很聪明，对吧？这个我们也很勤劳，然后我们这些年在美国的发展，我们在经济上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有这个参政的一个意识，不要就是说老觉得我把日子过好了，我把孩子培养好了，哎，那个考上藤校了，好像就 OK 了，我在美国就过得挺好的。我们也不去参与维护别的族裔的权益的那种活动，比如说去年的 BLM， 我们镇上的我去参加了，我就看到真的是寥寥无几的那个华人在里头，我当时觉得有点失望。而且大家咱们就说句实话吧，就是有一些华人他心里对，其实对黑人还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用歧视这个词来形容，可能是不是太重了，就是说反正就是大家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所以而且觉得他们好像是自己比较懒啊，自己造成的这个困境啊，其实真的不是那样，有很多是历史的原因，还有系统性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维权的时候，我们要向这个非裔学习，他们就是在这方面特别有一套，他们知道怎么样去组织，然后怎么样赢得这些白人啊别的族裔人的这种支持。就是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这种维权要尽可能的扩大到别的族裔当中去，而不是我们自己就是都是这个黄色面孔在那里好像自己在那里自得其乐啊，或者怎么样喊两嗓子就走，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一个有系统的一个长期性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然后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领导，就像陈毅这种很年轻，他是十几岁从中国来，他了解中国这个民族的特性，他也知道美国的这种他们做事的规则，就是我们要用他们用，就是要尽可能推出这样年轻的这种社区领袖，然后用美国的这种规则，然后来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道路，但是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已经开始了，包括像陈毅这样的就是华二代或者一代半都慢慢的起来了，他们确实有很多自己的优势，跟华一代比的话，我觉得将来是很有希望的，真的是这样。其实真正的岁月静好，就像刚才陈毅说的，要安居乐业首先是安，如果这个基本的条件都没有保障的话，我们下面都不用谈什么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多关心政治，政治它就是你的生活，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过去四年美国的各种变化，对不对？然后这个他出来的一个政策对我们，比如说我们跟中国的家人的这种相聚啊变得更困难了还是更容易了呀，跟我们的母国的关系然后是一个什么情况。我觉得政治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关心它。如果你没有去关心它的话，这个坏的政治可能就会伤害你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我的一点体会，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世宇今天能抽空上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一个人他心中有很多的善念的话呢，那么将来就当这些不好的情势啊发生的时候呢，他这些恶念的话，就是说相对来讲的话呢，会有少的机会去升起。所以就是从那个长远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一些方式去影响主流。就包括刚才比如说的林女士，她写很多文章呀，那文章的话就是当然非常好呀，就是文章我们可以写就是中文的文章去影响我们的华人。那我们可以就是在主流的这些社交媒体啊，比如 Facebook 啊 Instagram， 就是说这些主流的社交媒体的话，你要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大家就是也想希望听一听，就大家如何就是我们去影响主流。我自己就是最近我也办了一个就是 Facebook group， 那 group 的话呢，就是因为我的起的名字可能比较吸引人吧，我就起的是那个 relaxation and meditation， 因为大家都很想放松嘛。所以现在这个群进人进了很多，现在进了我现在一看有900多个人进那个群了，就是我就很希望就不同的渠道去这些主流呢，去就影响更多的美国人，那么将来的话呢，他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那将来的话我能够做的是两点了。我在想，那一个的话呢，我英文还可以，我来美国三十几年了嘛，而且大学我是学英国文学的。如果就是说我们谁能找到我的联系，我在群里有我的联系了，如果谁要需要什么事情需要英文翻译的话，随时可以找我，我就会尽量帮忙。一是提供语言的帮忙，那还有一的话，大家如果有什么情绪上就是说有很多的焦虑啊，就是说很多的紧张，这种恐惧就想找一个人去诉说，找某种这种缓解或找某种方法，那我就是也会也会尽力那我就说到这里就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和安吉的这些组织。是我们这个赵克老师是我们华人协会的一个周二负责的课程，免费公益课程。现在那个滕浩在吗？
你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剩下时间留给 Andy 了。好的，大家好，我是美国华人协会这边快乐心旅公益课程的讲课老师，和赵柯老师，刚才发言的赵柯老师一起担任这样一个课程的主讲者。那么主要是帮助大家可以改善睡眠，缓解身体的疼痛，调节我们的负面情绪，提升我们的身心健康。那么说到这个调节情绪，虽然我们会定义说情绪有积极的情绪，有负面的情绪，但情绪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迪所讲的安居乐业的平静喜悦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愤怒的情绪。那其实从去年开始，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的叠加和延续，到这次亚特兰大事件引起整个我们华人团体，然后亚裔团体很大很强烈的愤怒。那我们看到愤怒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情绪，愤怒要充分的表达，用合理的方式去表达。而且愤怒的话，它是一种动力，一种燃料，是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我们去试图做出改变的。那美国这片土地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允许自下而上进行改变的。我们看到最近50年来，妇女平权运动、反越战游行、黑人平权运动，包括 LGBT 的运动，都是一部分的这个少数的团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然后心怀一种怨恨或者是一种愤怒，然后团结起来，集结起来，充分的表达，积极的行动，换来了整个社会观念和法律上的推进。所以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华裔有的时候就是自扫门前雪，就像 Andy 说的，不能够做一个旁观者，要融入美国这个社会，利用美国社会的这个制度它的这个 rules 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然后懂得运用美国人可以听懂的方式来提出我们合理的诉求，充分的表达出来，否则就会被视为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会感到愤怒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我们会发现愤怒很多时候是可以带来积极改变的。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在地球上的很多其他的地方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很多人已经感觉不到愤怒，只是陷在深深的绝望里，因为他会觉得愤怒也无济于事，所以他会形成心理学上所讲的叫 learned helplessness， 习得性的无助。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依然能够现在感觉到愤怒，感觉到不平，也说明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有改善和改变的空间的。我们能够愤怒，也说明这件事情还有希望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给大家一种宽慰，有一种欣慰。那英文当中有讲到 we all feel overwhelmed sometimes， 就是感觉到好像被负能量所包围所笼罩。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每个人让自己变得有勇气，变得勇敢，也让我们身边人变得有勇气勇敢，有善心，有正义感，特别是让我们家人朋友让我们这种正的能量可以影响传递到周围的人，然后勇气勇敢善心都是可以成为我们心灵的武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 feel overwhelmed， 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feel overwhelmed by bravery, courage, mutual trust, loving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然后让这个社会overwhelmed by those positive things。 所以最后和大家共勉的一句话就是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成为你想看见的那种改变be angry, speak up and be the change。 谢谢大家。非常那个滕浩老师跟大家的分享，他非常专业的。我们快乐心旅每周二周五现在有公益课，到时候我也会把这个二维码发到我们现在的群里哈，就是你所做的一切我其实都有关注的所以我也为你高兴我觉得非常的骄傲，为你骄傲。所以呢我们都是在你后面默默支持所以呢以后我们这个今天晚上的有这个几百个将近1000个人的这个这么多朋友在，我希望我们都是一家人哈，我们不是说孤军作战的，我们有这么多人，其实我们任何事情都是，其实我们中国话不是有500年前是一家吗？所以说我们其实真的是都生活在地球上，真的是都是一家人因为今天人家发生的发生在别人身上，不等于明天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呢任何事情就是说要有感同身受，对吧？不要说你觉得说这个事情不是不关我的事，跟你确实有关系的。你看我们病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吧？你说全球现在都这样的情况，那现在留下的时间还是交给 Andy。 Andy 啊，我来美国40多年了，我们是老华侨，可是我8年前也碰过一次问题，就是因为走路的时候这个前面有两个其他族裔的人在前面，一男一女在前面走，可是我赶时间的时候走过马路，超过了他们，超过了前面，一超过的时候他就把我追出来打，追我打的时候我都没路，不是怎么走，然后后来在Delancey时间嘛，跑到一边去，后来跑到 铁门那边做自己后面做保护自己，可是觉得还是不行，他还是追着来打，我后来走到一个副警察有交通杆的那个警察了，
走到他警察后面，警察也不管，就在我就一在警察旁边转来转去，警察也不帮我，也就是看着他追我打。后来我没办法，就跑向人多的地方跑过去，他才没追过来。可是我就觉得我们这些老人家现在保护自己呢，刚才你提到就是说有一个个人警钟啊。可是这个个人警钟呢，我想到了现在报案的时候呢，911呢你怎么报案呢，我们语言讲不通。所以我想呢，你的个人警钟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如果能够我们自己华人的社区的团体里面，好像你说你有辅警的华协会的，能够自己设立一个报案的自己中心，我们老人呢能够训练我们老人用那个定位报警，我们手机嘛，定位报警和那个视频报警，我们只要有警执事的就一按定位视频连接到你们的那个报案中心的电话连在一起，那一按的时候我们不用讲太多话了，因为911现在我们报案，我报案很多次，报案的时候他问的时间太多了，还要问你现在那个人是穿什么衣服的啊，他怎么去打你，问了这些多的问题，只是讲了语言不够讲不通的时候，他们就都跑掉了，还怎么去报了，对不对？如果能够利用今天的科技，能够有个我们不懂得怎么用定位，可是如果能够定位一打下去，能够定位联合到报案的电话呢，或者用视频报案呢，我觉得这个是可取的。你刚才那个个人警钟也很需要，有我们以前不知道有这个，如果有个人警钟，起码我们一按响了这么很响的话，周围的人很多人知道，因为一个人跑，一个人在追，还是一个对一个，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帮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因为他追的时候还没把我打倒，这是一个我碰到的实际问题。现在如果华协会啊，你们这些帮助我们的这些组织啊，能够训练我们怎么去报案，这个是一个特别老人，语言有问题了，还要一个报案的方式有没有简化，更容易联系到一个报案的中心和一个翻译中心，那就帮助很大。这是我的提案。我很高兴看到你这么年轻能够带我们中国人发声，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你这么年轻能够走上这一条道路呢，我们真的在我们这一代人很渴望有人出来，可是就是没有，很多都是去 读什么的高科技啊什么的，都找医生啊那些去了，很少人出来找走那个非常感谢政治的道路，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要走上的道路，我觉得现在是需要。我可以回答一下你刚刚提出那个问题。其实我知道你刚刚提出那个问题呢，是现在大家都非常迫切需要的一个。但呢，你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呢，其实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呢，我还没有我现在正在研究。那这个呢，我要再做的一个的事情，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呢，很多的我知道，现在大家年纪大的都知道用手机的，因为每个人都在用微信的。那我现在在做的一个呢，我现在在研究这个细节的东西，那就是可以制造出一个软件。今天呢，只要你一下载好，你不需要定位，跟手机马上有网络，马上定位好你的时间段、你的地点，你只要很简单的打开这个系统、这个程序，马上拍一下一个照片，马上一个拍下一个视频，马上把你的时间、日期、你的地点定位，马上联系到这个报警中心当地最近的这个警局。所以说，在我们这样的对，就避开所有你们不需要说我需要中文的翻译，或者说在报警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如何的讲描述这个人多高多重，穿什么衣服，往哪个方向跑。那这个定位呢，只要放在你身上，那就一直会跟着你走。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对目前在做的一个的在研究的一个的程序跟在做的。那呢，我相信呢也非常快的时间，我可以跟大家公布这个好消息。那到时候呢，叫麻烦 Angie 跟我们的所有人到时候宣布这个呢。我相信呢，特别对于我们语言不通的年纪稍大一点的大家呢，我觉得帮助是非常的大。我也相信呢，通过我们能做的一点的事情，能帮到大家。那刚刚呢，也是支持你，对，非常支持你。我的这个想法真的，可不可以这样把我们的报案简化？因为现在的警察也很怕事，因为有人又他办错了，人家又反对他，所以很难做。如果我们有了定位、摄影这两样的证明，不用讲很多，他们也知道怎么去证明这件事对和错。不用他们也被人告，他们有时一搞错了，他们也被告，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警察也怕做错了，我们中文不做声他就不知道了怎么去下案了，他也没办法再做下去，就算你报案他也没办法再做下去，这个是很大的问题。这个也是我现在出去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 ，Andy， 你讲话很敢讲。我是觉得说呢，现在呢，我们不需要听一些好听的话，我们要听一些实在的话，我们要听一些能帮到我们的话。这个问题呢，我也是最近呢，跟蛮多的我们所有的亚裔，我们所有华裔的组织跟这些会就讲到说呢，其实呢，我们如果能真正的实际的做出这些行动，每个组织呢，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们捐出一些钱一些资金来帮助我们所有华裔社区居多的地方没有安装摄像头的可以安装上摄像头，那这样子呢能实际的真正的可以帮到我们在街区里面晚上大家下班的时间 早上的时间如果说有碰到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可以马上的记录在案，对这个呢也是我非常赞同的做的一个的事情，对。然后刚刚呢，其实听了蛮多位我们所有的刚刚有大家发表的，其实呢也是非常的像刚刚嘉蒂讲的那一些话呢，也是我很赞同，我非常喜欢你的 style， 我觉得真的说呢，我们真的是要我们中国人，我们华裔，我们要敢说要敢做，如何真正的把我们的声音讲到主流社会上面，我们不要一直待在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微信上面。当然我知道大家呢很多不懂英文的或者年纪稍大的可能呢不知道如何用 Facebook 如何用推的，但是呢大家可能有一些真正的跟我比较熟的人都知道我的推的上面呢虽然人不多，但是呢我知道纽约市长办公室所有的议员都在看我的推的，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我一发上去第二天马上接到市长办公室电话马上接到议员电话，我就知道有他们在看我就很开心，因为每一次呢我把每个区里我们游民骚扰我们社区的事情游民呢用椅子砸我们商家的这些的事情一发上去第二天七八点就接到电话，我更开心这样子的去做，所以今天觉得我们一次次的把声音发出去才有用做一些实际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像刚刚嘉蒂讲完之后我觉得真的很想讲一句话呢，就是很多呢我们今天的老外经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 If you don't have a seat at the table you probably have a seat at the menu、right? 这个意思就像如果我们今天在桌上没有一个席位那我们可能在这个菜单里面就有一个，包括今天为什么我出来竞选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多少人支持我也有多少人不支持我也有多少人看好我也有多少人不看好我，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如何我们的华裔我们的亚裔自己争气去做到去努力做到让别人看到，就包括因为前两天的新闻出来我还没有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还没有发出来，前两天的新闻发出来我只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我可以筹款做到整个皇后区第一名整个纽约市501位的市议员候选人里面第三名，那这个就是可以让他们另眼相看让他们觉得我们今天华裔我们今天中国人在这边我们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他们今天不可以看低我们，所以我们真正的今天呢要用行动一次次让他们觉得你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做到，但是我做到的是你做不到的事情，我也可以讲英文但是你不懂讲国语你不懂讲广东话你也不懂讲福州话这是我懂的，你们用了两年做的时间我用两个月的时间我做到，这个就是为我们今天华人争脸为我们华人争气，是我今天就是 黄皮肤但是我为我黄皮肤我觉得了不起我觉得为我黄皮肤觉得骄傲，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要做出来给他们去看我们就是华裔我们就是中国人我做到你做不到的东西。现在呢我的区呢是纽约市皇后区的这个第25选区，那第25选区呢就是包括邮编11373 11372还有11370，那怎么投票呢，其实我们这个区呢有40000多的我们的华人，那所有大家只要是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在5月27号之前，如果说大家还没注册选民的话，那就要在5月27号之前可以来我们办公室，我们可以帮你们注册，那我们办公室的地址那就是8316 Cornish Avenue， 那需要联系方式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一位助理电话就是646-623-6545那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注册，那非常重要呢，而且这个区呢我是首位我们今天在这个区出来参选的华裔，而且呢前两天的新闻报道呢可以讲到说你是不是福建人，我说是，他说为什么说你可以做得这么快，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福建人在全美国
毛钱我就12万了，你说我能不能做得到？他今天那篇新闻就全部就是以说我今天在纽约的这位福州人福建人可以做到这些，我们就是觉得说今天就是要这样子做到让他们看到，好吧？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上到这个今年的6月22号投票，那可以帮助我呢6月22号我交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单给大家，可以明年呢在纽约的市议会上面帮助大家去发声维权。我相信呢所有我们华人呢需要到的地方我都可以在市议会上面帮助大家去发声，因为呢我敢说我也敢做，好吧？谢谢大家。